dan.大家好，我是12月22日的 Jason， 咁就是 MTCS 2013年的 N 组的车手，咁我今年咧就第二年参赛，咁就好有幸地同埋都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咁终于今年就可以入到澳门的 Macau GP， 咁就是11月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玉彩。咁我都覺得今場車係即係玩得好開心，咁同埋呢個賽車場咧係好安全，即係我鬥過咁多年車都去過好多場鬥，咁都呢個場係即係好 relax 啲，因為冇咁局促，咁咧變相就啲車手玩得開心咯。你好啊，我叫陳文峰啊，我斷斷續續都賽咗都差唔多成兩年噶啦。咁我之前就有參加過好多嘅賽事啦，都有上過台領過獎啦。咁到我而家行翻出嚟嘅時候咧，都感覺有啲其實係攰嘅，因為整體上係所有賽事每一個人都提升緊。咁其實我係一個好退步咁樣嘅情況，咁所以我而家都好努力咁樣去試下自己去突破自己，好多謝大家支持 ，Jimmy， 我愛你啊！Thank you.
咁啊，多謝我老婆咁多年嘅包容我，老豆老母啦。咁啊，就最近一樣嘢就多謝呢個賽車場俾到一個時間我哋去玩車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